哎呀，发高了，生活还是能回到原来。啊，对不起，音频到放了。你可能会有疑问，老咖啡都要高考了，为什么还不滚去学习？啊，不知死活的还搁这发视频啊？那是因为这些视频都是我提前做好的。你说我这个 UP 主称不称职？给个3年，这过分吗？这不过分，不多废话。最近千辛万苦，终于来到了泳池篇章，这个白天之物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，是吧？僵尸来好快，不是吧？这么刺激的吗？别慌，虽然有4个僵尸，但别忘了95版的阳光可是1个50。哎，这个局势瞬间就稳了起来，每一排都有抵抗的力量，就这两排有那么一点压力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玩都是这些，我上路有点危险，后面还有一个路障僵尸，土豆雷被普通僵尸先踩了，那再送你一个，不用谢我，老好人了。You suck。哎呦，好多阳光，这个僵尸还挺有感人之心的，看我免费请他吃土豆，还送我阳光作为回报，真好。再来看看场上的局势啊，非常的稳健，毕竟第一关并没有什么强力的僵尸，都别说重开了，哪怕丢一辆车我都觉得丢人，简直侮辱我老咖啡高玩的赫赫大名。樱桃炸弹马上就好了，坚果箱给我顶住，向日葵你给我挺住，炸弹给我上，结束，丝毫没有伤到我后排植物的一根毛，保护的多好啊！你看，这就叫高玩。你他妈的！顺利的来到第二大关，定个小目标好吧，不丢车，你要相信我老咖啡的技术，丢了车我真是键盘。哇，开局3个家伙直接冲上来，哎，至于你吗？啊，送你个大宝贝，我甚至还可以切出去看一会儿迪迦。嗯，奥特曼是真的好看。我又切回来看看战况，实打实的双线程战士，稳的一匹。你很屌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啊！我忘了95版的过关，一下只能压死个报纸，只有报纸，他的人还能支棱起来呢。刚才那把不算啊，纯属意外。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，接下来这把才是真正的技术。向日葵双发连夜窝窝炸弹，就像挖坟的寒冰。看我细节操作，开局我刷了一下就中下向日葵，然后用坚果墙拖延第一只僵尸来等 C， 就突然不想录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他奶奶的，打了一下，我终于到3僵尸了。传送带，我最喜欢了。这啥呀？啊，咋还有蹦极僵尸？啊，无伤大雅。高坚果给我顶上，有个冰道，我都不好放第四。等会儿，这是下来个什么东西？你在这给我轻功水上飘呢？这3僵尸简直离谱啊！来嘛，赌上高玩的尊严，这把你一个车都别想掉啊！啥呀？这是把车当船开？撑住啊，只要撑住就赢了，赶紧用火爆辣椒来清个屏，这叫一个爽啊，全部烧成渣渣，终于扛到最后一波了，看来是我赢了啊，一个车都别想掉。 Fuck you。 哇哦，过关了。